请接手。哇，有没有看到非常可爱的姜饼人？因为呢，我们这一次的彩街主题呢，正是我们的甜味姜饼人。而在当天呢，我们彩街的过程当中，还有一个我们甜味商特别打造属于甜味的大型空飘气球姜饼人呢，会陪伴。甜味生产地就是在我们彰化的甜味啊，不仅花。环景处，而且我们的苗木景观的造景也是全国首屈一指。那为了行销我们甜味的花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啊，都在圣诞节的佳节里面办这个圣诞彩街的活动。彰化县政府啊，结合我们甜味乡公所，我们办这个圣诞彩街，除了传播福音，其实我们也要来传播圣诞快乐的一个欢乐的气氛。那邀请全国乡亲，我们在11月16号，大家一起来甜味。那平常也更欢迎大家来甜味来看花、赏花啊、品花、闻花，最主要还是要来买花。